那天晚上哦，大家都有去看。那当然，这个东西我们就当做闲话家常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，刚好新闻有给他做了。哦，我们看一半就行了，因为丁特刚好最近有在做这个，我刚好有看到。哦，那看样子陈柏惟应该是想要在东山再起吧？这个我没有意见。哦，这个民主政治嘛，好不好？只是丁特他们这个很有趣的对话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他没有包袱，为什么要入党？啊？没有包袱，为什么要入党？那我问你，中共打过来，我现在不是要恐吓你们哦。嗯。中共打过来，你要当游击兵还是要当正规军？下去了。哦。啊，就这样子啊，他是打算要长期抗战的。他就会去报义务役嘛，报这个就在中共志愿军嘛。嗯，啊，你如果觉得说，反正我就小水枪拿起来喷一喷，没打到我家就算了，那你就当游击兵就好了。嗯，现在只有我是无党的，这个世代都是有党的。哦，就跟你讲的球队一样嘛，你也可以打社会球队，打身体健康嘛。哎，反正如果输了不打，不想玩就不玩了。嗯，那他加入政党就是想要长期抗战呢、啊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哦 ，OK OK， 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都不太吃这套呢。就每年都吃芒果干，像四年前的芒果干我还没吃完，还没消化完，又送一包来。从刚刚讲到现在都没有讲芒果干呢、啊，没有啊，就是讲那个两岸的政策啊。啊，像前几天那个卫星不是在卖芒果干吗？那你怎么看？卫星我专业的、啊，卫星看你们想要知道什么。我跟你讲，我想知道国防部的标准是什么，他们发射警报的标准。好，我先跟你讲。你们怪民进党一点道理都没有，这个政绩是我的，发卫星要传简讯是我提案的，嗯，但是不是卫星，当时不是讲卫星，当时是讲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场质询，可是可能要找一下，嗯，我们现在共机来也会从哪里知道，是不是从新闻知道，嗯，然后那我问你，如果船只越过海峡中线，你会怎么知道？新闻啊。船只越过海峡中线，其实我们都不会知道，连新闻都不会知道。嗯，船只越过海峡中线，只有国防部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是，所以我就要求国防部说：“啊，你飞机有报，啊，你船要不要报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委员，船要报很困难，船要报的话，一年好几万辆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、嗯？因为什么国家都有啊。然后有的时候它是飘过来的，有的时候因为就有的它是平行海峡中线，有的是垂直海峡中线、嗯，所以那个状况不一样、嗯。我就要求国防部列出清单，嗯，哦，这个会侵犯我们领海、领空或者是这个侦测领域的，要列清单，然后列频率，然后跟严重性、嗯。我们做医院急诊的减伤分类，就是有严重的、还好的跟不严重的嘛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当时打飞弹这件事情，我们就要把它设成严重的，并且传简讯，就联合到国安警报。嗯 ，OK， 到这里听得懂吗？哈，嗯，好，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，昨天打的那一颗是不是导弹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导弹，没有错嘛。那你知道导弹跟卫星的差别在哪里吗？一个是要攻击地面，一个是要射到太空啊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他们有80%是一样的，你相信吗？我不相信。好，我们现在有个东西叫做火箭，你可以上网，台湾有太空中心，或者是你要上原文的去查英文的网站都可以。是。可是人家中共在两个礼拜前就有公布要射，而且人家是经常性的在射啊，就是中共他。要射这回卫星，在两个礼拜前，人家都有公告，而且是跟欧盟合作的，他是跟不知道哪个国家啦，就是欧洲有哪个国家合作的一颗卫星，然后是一个天气卫星，然后大陆呢，听说大陆现在也要拼太空嘛，所以他们现在也花很多钱，所以他们全国好像一年也不知道射多少颗上去哦，射很多颗了啦，哦，经常性在发射。这样子，那、啊、这个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我来喝饮料。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嘞、欸。
继续听啊，继续听，继续听，我们继续听。火箭是推进器，是火箭上面载卫星就是发射卫星，是火箭上面载飞弹就是洲，就是洲际飞弹。火箭上面搭太空舱就是登陆月球、征服宇宙，是。所以我们只知道他打火箭出来，我不知道他上面载什么的。欸啊、但是他警报打出来上面就写卫星啦、啊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所以我们国安警报的标准是你打一个东西出来，我就要跟人家讲，这样听得懂吗？然后接下来就是国防部做的最错的事情了。他打出来的时候，你打国安警报是要干嘛？是要提醒大家要警惕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上面他又很给搞的说，虽然打过来了，但是我知道他是卫星，所以他又把它改成卫星，这个叫好心做错事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我要打一个给你紧张的简讯，然后在简讯内容，我希望你们安心，所以才被骂，就这样子讲完了。啊，那为什么过去的卫星都没有打，或者飞弹没有打？飞弹没有打，因为它没有经过台湾上空啊。那卫星也没有经过啊，卫星射更高呢。卫星500公里，飞弹100公里。昨天的有经过呢，台南进台东出呢。昨天的前天哦，上一次的那一个。对吧？啊，飞弹也有经过啊，飞弹整个越过呢。飞弹那个时候还没有成案哈、哦，不好意思，虽然我被罢免了，但是他还没有过山顶。那是什么时候三读？然后后来应该，所以是刚好选前几天三读的吗？去年年中吧，去年年中三读，然后到现在是第一颗有穿过台湾的卫星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啊，而且中国跟欧洲有给一个导弹路径图啊，你没有看过那一张图吗？有啊，在南部的海域嘛。那你有看到它有那个预测路径跟穿越路实际路径吗？有啊，有偏离。对啊，所以他如果正常飞，我们不会打警报。他是飞过台南上面，我们才打警报的。但是卫星飞到台湾上空500公里，哎，500公里会有危险吗？没有没有，这个不是500。我你确定是500吗？我还没有查证。但是因为他打的是低轨道的飞弹，所以我印象没有500哦。他打出来的弹道是跟洲际飞弹一样的啊？那怎么送上太空？他只是在台湾上空，他在台湾上空没有错。可是他如果是洲际飞弹，他可以打去美国或是打去哪里的？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问题就是在于你要人家紧张，他妈就发情报，你就说上面有搭载不明物体。然后你如果觉得它是卫星，不需要大家紧张，那你就不要发情报。那没有干。话说回头，那我觉得这样子这个案这个修法有问题啊！你打随便打什么都要通知，通知不是很紧急才要通知吗？飞弹空袭什么才要通知吗？怎么不管射什么都要通知？如果他东西掉下来打到你家，要算谁的？啊，但通知了就打不到吗？我反过来问你。又或者说，有需要让全台湾2300万人都收到通知吗？下面一位 Tilda， 好，那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是我提的嘛，好不好？可是我觉得有必要啊。哦，好。它会发生的事情，我跟你讲，国安情报就三个准则，叫天灾、人祸、战争啊。嗯哼。啊，现在有一个不明飞行物体飞过台湾上空啊，我不讲，你们又说我们不讲啊，我们讲、欸。但是它那个卫星是一个研究卫星呢、欸，它有提早公布呢。什么爱因斯坦什么东西的呢？我记得他有提早预告啊。他原判路线跟实际路线就不一样啊，他原判不会经过台湾本岛啊。但我的意思是，早就知道上面载着的不是飞弹啊。对嘛？知道啊，知道，他们知道啊。而他的路径不一样啊。对，所以他为什么要发一个？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，他明知道这个没有威胁，但是因为符合修改过的规矩，所以他就要发吗？你的意思是這樣？来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知道这两年中国卫星掉几次下来吗？掉几颗起来？不知道、啊。中国卫星掉5颗，有到象牙海岸砸破人家房子的，有掉到马来西亚，然后飞机停飞 一整天的，也有掉到西班牙外海，然后欧洲航线暂停。我就没有这个，我今天就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抓这个东西一定是紧急且必要。那我认为国防部最大的问题就是卫星跟导弹，他没有讲清楚。那他也承认他道歉了，但另外一个问题是，台湾人到底要不要对飞过上空的东西做警报？你问我，我是100%要啊，我就当过立委，不然你要我啊？如果你觉得不用的，那你们就让不用的去当，我也没有意见。嗯哼，你如果问我100次，100年后再问100次，我还是觉得要。你一个莫名其妙的人，一个东西来我家，我就觉得要啊。好。
感谢你的。令狐冲喷 ，Thank you。在哪边？我觉得这个大家听完就问号啊，我也是问号啊。我一直认为啦，这个警报就是卖芒果干，选前卖芒果干的啦。哦，啊，他有没有影响到一些人？有，真的有。因为当天发完警报之后，隔两天就有一些侧翼，就有一些网红在那边拿这个东西在写文章。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在那边说：“哇、哦，你看中国欺负人。”有在带风向。有配合了这个，有在带，大家都有看到嘛？哦，有，真的有啊！这个就芒果干啊，战术侧背包后天会上，最后750个。这是，嗯，我实在是无言的。战术背包品质超顶，我们包包品质本来就很顶啊。你讲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，而且卖的太便宜了、啊，重点是卖的太便宜。干，赶快买，后天出了，赶快买，卖得太便宜。东西也是，手表也是啊，真的希望这次20号大家手表可以捧捧场哦。我们这个手表真的是不好做，就拍走了。马波浪走出来探他旧的啦，我尽量探，我一颗才几千块，一颗那颗石英刀可以赚个3000多，那颗机械可以赚到4000多5000，拿回来哦，还要扣开销嘞，真的赚不多啦。那个一年的成本，做他妈两只出来，哎、欸，哪里可以看啊？1月14号直播一遍，31215，是哦，丁特就有看一下，丁特，1月14号。这个好像很激烈呢。那些人是谁啊？你对他的背景不了解啊？你就随便帮人家办增件哦？啊，这样赚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怎么办？等一下，增件是很好办的，是特件很难办，特件要立为本人不老，所以增件的全件我是给助理做的。陈明文也有办特件啊。那陈明文要也是啊。王启文、陶彦成办特件的，还被法院认证，你怎么看？怎么也没看你喷过他们？好，那我现在喷了、啊，你不应该，你未来。未来所有的立委办增建特建的时候，都要具名，然后保证他带了谁进去，这样可不可以解？可不可以改这个解决问题？我是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啊，但是你可以表明你的立场嘛，我们就只是想看你表明的立场啊，而不是你只会喷某一边的啊，自己你都不喷。好，我现在喷啊，不是啊，我要喷什么？我自己都有带，我自己都，我跟你讲，我有带过。我有带过一个小孩去看沙夫的啊，沙夫是一级，然后他很久没看到他妈了，我帮他办证件可以吗？反正我就每个人都要问罪，我要当法官了、啊。多黑小孩背景是能多黑，对不对？你说小孩当然没问题啊。那你这个就双重标准啊，你这个就差别待遇啊。对我来讲，所有的选民都一样嘛，他们提出这个需求，在我立法院，在我立委。哎、欸，我帮他办证件，我就被人喷了。你需不需要了解对方背景？你觉得需不需要了解那些来找你陈请的人，这些人背景啊？不然的话，他们在里面有串供什么之类的疑云啊，你不就，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以为证件是开 party 哦？他旁边会有人的啦，可以串供。哦、你以为他们是进去里面，然后我摆开叫两个传播进来开 party 啊？所以你觉得这些背景都不用查看就对了？
都不用问问看就对了，都不用了解了。特舰、啊，对我来讲是频率的问题。陈明文办的是特舰嘛？他帮保卫枪手办了两个特舰啊，啊，不是被法院认证吗？帮黑帮官说特舰真舰，他不是告黄国昌，不是被打脸吗？啊，所以呢，你要我怎么样？你要我挺黄国昌吗？哎、欸，偶尔挺一下可以啊，但你这样比较不会被人家骂死掉啊。我刚刚有吗？有吗？我刚刚从头到尾有嘴过民众党一句，我现在是在嘴国民党，你是不是怕、啊？你是不是会怕？没、欸、有，我听你嘴国民党，我听你嘴国民党其实蛮爽的，但是我比较想听你嘴民进党，你懂大家的想听你嘴什么吗？想听你嘴民进党那些垃圾啊！我不是听你嘴，你嘴国民党，我们听得很开心啊，没问题啊。啊，对，嘴民进党，韩国瑜嘴民进党的时候，你开不开心？我蛮开心的，其实。对，那就是后来做错选择的原因。怎么说？啊，因为你嘴别人很开心，你不知道这个人上去会干嘛的啊。陈明文现在是有做过什么？我跟你讲啦，我都有在看黄国昌的直播，他现在在嘴陈明文那个科学园地园区什么变更嘛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？还是你没跟到？先去看一下黄国昌的直播。我有跟到，我有跟到。对嘛？那黄国昌打这个我觉得很好啊，陈明文要出来解释啊。啊，他不是出来解释，你怎么没有看你碎碎念他呢？你怎么没有喷几句上政论节目喷他几句啊？那请问一下，上次节目的题目是我设定的吗？高薪喷谁喷谁，我有领你的薪水吗？啊，你开直播的时候上来特哥这边的时候也可以嘴几句啊，观众们就是喜欢听你讲那些，为什么你从来不讲？对我来讲，我们还没有除掉最大恶极的时候，这种小打小闹的，我认为不是应该要先处理的事情。柯文哲对我来讲就是全台湾要100分，然后在那边嘴那个30分、50分、60分的，真正最大恶极的都不敢嘴啊！你觉得这个方向是对你继续支持啊？柯文哲有嘴过严宽一句吗？这我不知道。对嘛？不过你今天讲的也是一个新的方向啦，你这部分我必须说，我部分同意你，但是你前面双标的部分，或者对自己党内人过度宽容的部分，这也是我是无党的网友毒辣你的，我也是无党的，没有关系，你们追我就追我了啦。你确定民进党是无党的？那为什么你们议题上大部分都是打国民党，不打民进党？来，你上网查一下，我是无党。等下他被陈义奇踢掉了，对，帮你更新一下，还不是很愉快。哎，三 Q， 这件事我挺你啊！陈义奇当年，陈义奇当年，激进党靠你拿多少票？妈的，回头就骂你草包！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这样讲。我讲一件事情就好，认识我的都知道我不喝红酒。然后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听不懂就算了。略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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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委屈了，三 Q 哥。好啦，我们懂，我们懂。好啦，没事的，我去打针。哎。这种哦，你这样的一个论述哦，大家也听不下去啦，真的啦。我在这边回答一下陈柏惟说，他们办特件的时候人会在旁边，哦，是不会串供什么的。我在这边严正驳斥，哦，他们为什么都要带他们去？哦，就是这些黑帮大哥，他们叫立委办特件。他们在现场的口供我们都有，就是要让这些被开枪的小弟安心。你看，说来看你就来看你，哦，然后他们会在里面问这些哦，陈柏伟，我这个时候黄国昌都有直播，都问这些说小弟有没有收到钱啊，安家费有没有收到啊？哦，然后意思就是说，在里面跟那些小弟示意他们安家费都有给，而且不止你有给，每个枪手我们都有给。然后呢，也示意他，你看我们的保和会，我们的老大就是屌，要来看你就来看你，要来给你吃豆彩就来给你吃豆彩，让你关得舒舒服服的哦。然后这些所谓的钱都帮你，就加给你家里人，安家费也妥妥的。我在那边讲一下，这不只是串供的问题，是叫他闭嘴。我们该给的都有给，该来看你的也绝对不会少。你闭嘴，你当个代机撩出来，给这些小弟安心。串供的部分来开我之前都串好了，来开我之前都串好了。哦，那你认为这个时候他们就？他认为，其实讲到最后，他认为这是小打小闹，国家未来还有很多重大的事情。
哦，那这句话那就更是缺，更是那如果照你这样子，你就是双标啊。哦，那你以后用这句话解释你无敌了，也要只要民进党出事哦，那个我觉得还好，小打小闹。那只要别党出事哦，那就用力打。为什么？我认为这很重要啊！我认为这个在我心里面是100分，民进党杀人放火是30分，国民党哦，稍微讲什么就是100分的严重，因为在我心目中的价值观嘛，我心目中自有分数。我认为我们民进党贪污小打小闹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小打小闹啊。哦，那你认为我被开枪也是小打小闹嘛？对不对？啊，不要闹了啦！他刚刚里面有讲啊，节目是他写的哦，对不对？哦，今天哦，嘴巴长在你嘴上，言论是自由的，要讲什么话，没人阻止得了你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啊，只有不想讲的话了，没有不能讲的话了。那你上节目嘛，那你要的就是赚钱嘛，你大方承认嘛，对不对？只有不想讲的话啊，哪有不能讲的话？哪有不能讲的话？只有钱在处理嘛，对不对？被开枪为什么不检讨自己？你讲的非常好。被开枪为什么不检讨自己？哦，我首先你要让我了解为什么被开枪啊，我才能检讨我自己啊，对不对？首先你要让我了解我为什么被开枪，所以我才要检讨我自己。问题是我到现在为止，他后面的真凶没抓出来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被开枪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是我长得帅。还是当初是为什么？还是我讲了政治？还是我讲了什么被开枪？还是那时候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那如果说后面真的有人认为说，哎，我在网络上面风头很贱哦，然后他妈的就大型哎，哦，看我不顺眼要开我枪，哇！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以这种理由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检讨我自己什么，因为。以你这个角度来说，我现在看很多，照你这样讲啊，每个名嘴都要被开枪，因为他们讲话也都在泼屎泼尿啊，他们讲话也没有确切的证据啊。那我问你哦，像他们这种要不要被开枪？像每一个节目主持人要不要被开枪？像那些三立的记者来问那些问题，来这边泼屎泼尿，要不要被开枪？像那些没有做事的立委又要不要被开枪？骗了人民八年的时间，要不要被开枪？或是残害高端的这些政府官员，害一万多个人死的，要不要被开枪？哇，那好多人都要被开枪了。我子弹我也吃进去啦、啊，我又不是他妈的擦伤，对不对？该吃的苦我也吃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身体也承受了，到现在走路还是痛。我你看我的脚真的会痛，而且我的站不久，我站的久，我右脚膝盖跟小腿会痛。我在运动的时候都会痛，我在打柔术的时候也会痛，我在做任何训练的时候它都在痛，连睡觉。有时候睡觉都会不舒服，这个是一辈子的呢。我已经看了很多医生，做了很多治疗了，再看偶尔开了两次刀了。这个我为什么不想要一直讲？因为阿管很强，逞强啦，很强啦，叫逞强哦，就是我们自己知道就是这个样子嘛。我们自己就要把我们自己训练，就不服输，我还是在训练，虽然痛。但是我要跟我的族群讲，阿管可以啦，阿管可以，你们就可以。所以我是凭不好意思啊，认为我自己呢是一个人家的榜样，所以我一直在做，努力的做。所以你说我有没有检讨？我有没有努力？我很努力啊，我检讨你要让我了解为什么被开啊？刚
干你娘嘞！你又没跟我讲，我怎么知道是怎么样？什么事情？我们再拿出来，社会大众认为合不合理嘛？你开这个人枪，比如讲说，馆长，妈的嘞，我老婆是你的管混，她太爱你了，结果跑去跟你修改，你还真的给她修改。哦，你说抢人，抢人，抢人所爱嘛，夺人所爱嘛，是不是？你要拿出一个具体事实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有吗？是不是？有吗？没有嘛？不要不要连线了。没兴趣，我没有那么，我没有那么多，我没有那么多沉，我没有那么沉得住气，而且我这边也没有什么 coin 的东西，我也没有装那些 DC 啊，什么 Line 啊，也不必啦，哦。也不必啦，我佛慈悲，你找我对质，对什么质啊？又没有什么质可以对，是要对什么质？他欠我钱哦。我们现在讨论是他欠我钱哦。要听你说哦，要听你说哦，我不如卖听啦，无迄个必要啦。说来说去，说来说去，我平淡，但我平淡啦。啊，加油啦！啊，波维加油啊！哦。我也要加油啊！我要加油，服务我们的馆粉，加油啊！